大哥。早安，我是马古 DJ Mbenga， 一名曾经跟着湖人队拿下2008的七尺大中锋。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了吧。然而这个没打过 NCAA， 在国际赛及其他联盟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大个子，是怎么成功闯进 NBA 的呢？DJ Mbenga 是在非洲扎伊尔共和国出生的孩子，他小时候其实过得还算可以，毕竟父亲是在为政府工作的雇员，虽然没办法大富大贵，但是不愁吃穿这点是能够做到的。Mbenga 小时候就长得挺高大的，但是当时他几乎没看过篮球，连篮球都没碰过，更不用说什么学校校队什么的，体育课他们几乎都只在泥泞不堪的操场上踢足球而已。因为扎伊尔共和国是个一党集权的独裁国家，所以在当时和革命人士大小冲突不断，这些零星的冲突到 Mbenga 15岁那年开始变成了更加激烈的抗争，邻国在同时也发生了不小的动乱。就这样，那些叛乱分子或应该说革命分子结盟了起来，武力较之前相比增强了不少，于是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刚果战争。在新政权正式掌权以后，面对过去那些独裁的政府官员，自然的是开始秋后算账。Mbenga 一家也不例外，父亲在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就这样被消失了。就算到了现在， Mbenga 也对父亲是怎么过世的毫无头绪，没办法拯救父亲也就成了他生命中最大的遗憾。 Mbenga 逃离了出生地，在逃跑的同时却和家人走散了，他被附近的部落给抓了起来。当时两个部落图西人和胡图人也正战得水火不容， Mbenga 被指为是敌对部落派来的人，被囚禁了起来，等待处决日的到来。这一被囚禁就囚禁了有九个月之久，家人发现Mbenga 不见以后四处奔走，想要寻找他的下落。被囚禁的日子简直是度日如年，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么样。就这样九个月过后， Mbenga 的兄弟找到了他，并且贿赂了看守他的警卫，好不容易的才将 Mbenga 给带离开。 Mbenga 一家搭乘了飞机逃往比利时，在那里寻求政治庇护，这是父亲在生前就安排好留给他们最后的礼物，并且也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顺利的规划成为了比利时人。他们一家住进了好听一点是庇护中心，但基本上就是难民营的地方。在这个位在卡佩伦镇的难民营中，同龄的孩子以篮球为乐， Mbenga 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篮球。这个时候他19岁，没有错， Mbenga 在19岁才第一次的接触篮球，但70的身高加上220磅左右的身材，让他很快的就受到了注意。跟 Mbenga 一起打篮球的人将他介绍给了 Winnie Steveners， 这名比利时的篮球传奇。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停车场， Steveners 一见到 Mbenga 马上就知道这孩子绝对是打篮球的料。纵使在当时他的技巧相当生硬，只是靠着身高优势在打球，但 Steveners 在这孩子身上看到了潜力，也开始给予了各式各样的训练。除了场上的训练以外，他也给了 Mbenga 相当多的帮助，不论食衣住行都尽心尽力，可以说他就是 Mbenga 的篮球父亲也不为过。 Mbenga 在教练的指导下进步神速，他将篮球视为自己突破逆境的一切，希望能够利用篮球来改善家境状况，同时也在比赛中找到了乐趣及自信心。在辛苦的训练， Mbenga 全都甘之如饴，也常常照表操课完都还自己留下来做更多其他的训练。经过一年的苦练以后，在 Steveners 的牵线下， Mbenga 加入了比利时乙级篮球联赛的球队，在那里展开了他的职业生涯。当然乙级联赛并没有太多的薪资，球场也不怎么好，但 Mbenga 仍是相当感谢拥有这个机会。当然的，这个只经过一年多正规篮球训练的球员，在乙级联赛上的表现只能用乏善可陈来形容，多半也都还是靠着他庞大的身躯在球场上做出贡献。这一年结束后，虽然表现得不怎么样，但 Mbenga 还是在 Steveners 的建议下报名了 NBA 选秀会，原因并非真的想要被选到什么的，只是想要取得 NBA 自由球员的资格罢了，再加上并没有打出什么成绩，理所当然的落选。之后两年， Mbenga 转战比利时以及篮球联赛，表现的也只有普普通通来形容而已。第一年出赛了30场，留下了场均6分4篮板，第二年则是出赛21场，虽然成绩略有进步，来到了8分5篮板，但看起来似乎就是还不到 NBA 的等级，对加入 NBA 来说有一大段距离要努力。但在这个时候却收到了达拉斯小牛队的邀约，当时小牛总管当 Neil
Nelson， 在看了几次球探提供的影片后，决定签下 Mbenga， 而且一签就是两年合约，两年底薪合约，大约就是一年$800,000左右的薪资。当然，对于 NBA 球员来说，这样的薪水并不多，但这对于 Mbenga 来说，简直就像是天文数字一般的金额。当时有不少媒体摸不着头绪，问了 Nelson 对这笔签约的想法，他只简单的说，这个大个子可以给球队带来能量，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。Mbenga 加入小牛队以后，他勤奋充满拼劲，在队内训练总是最认真最勤奋。虽然在正式比赛时 Mbenga 的上场时间并不多，合约的两年内总共只上场了58场，每场球5分钟而已，但他总能够在板凳上带动球队气氛，在休息室及球队训练时也都是重要的一份子。球团上至管理阶层，下至球员们都相当喜欢这个大家伙。在领到了第一年的薪水的第一步，很多人都是先拿去买房、买名车，又或是买一些奢侈品来慰劳自己。但 Mbenga 可不一样，在2005年，他成立了以自己为名的 Mbenga 基金会。这个基金会主要是帮助跟他有一样机遇的难民及儿童，帮助他们脱离泥沼一般的生活。而他也在这一年第一次代表比利时参加欧洲杯男篮锦标赛，成绩呢也就9分6篮板而已。职业生涯第二年的季后赛西区冠军赛，面对凤凰城太阳队的第四战，当时小牛队在系列赛取得2-1的领先优势，整个系列赛都还没上场过。在板凳上为队友加油的 Mbenga 看到了有太阳队的球迷去骚扰仍一样在观众席上的总教练 Avery Johnson 的妻子， Mbenga 下意识的直接冲上观众席和球迷理论，并且把教练的妻子给带到休息室去。这个举动让 Mbenga 被联盟禁赛6场球，毕竟前些年奥本山斗殴对于联盟来说影响实在太大了，但却让他赢得了更多小牛球迷的爱戴。总教练 Avery Johnson 虽然很感谢 Mbenga 为自己挺身而出，但也告诫他千万不要再这么做。随着和小牛队签下的2年底薪即将到期，球团也提供给了这名广受爱戴的球员一份3年大约570万左右的合约。要知道，就算把 Mbenga 给放到自由市场，可能还没有人会签他，更何况用高于底薪的价码，而且还是复数年的合约留他。这也就证明了小牛球团多么的看重 Mbenga 对于球队的影响奖励了。 Mbenga 就这样在小牛队再待了一个赛季以后，本来就已经在球队轮替名单最末端的他，上场时间更少。在07-08赛季即将开始前，球团为了签下老将 Juwan Howard 而将 Mbenga 给释出。合计他在小牛队的3年间出赛了79场，场均上场时间不到5分钟，留下了1分1篮板，还有高效率的1次犯规。看起来 NBA 之路似乎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。不过在半个月后，金州勇士队将 Mbenga 给签了下来。当时勇士队的教练就是他来到 NBA 碰到的第一任总教练 Don Nelson。 Nelson 相当赞赏 Mbenga 的努力及拼劲，于是向总管 Chris Mullin 要求希望能够将他纳入麾下。 Mbenga 在勇士队待了16场球，他可以在13分钟内抓下7个篮板，拿个7分，这种高效率甚至能够敲出3个火锅，但同时也能在同样的时间内犯规5次。 Nelson 教练交给他的任务就是拼，不论是进攻又或是防守，甚至是犯规，就是一个字，拼。而 Mbenga 也执行的挺彻底的。但是一样的事情再次发生，球队再一次的为了签下谁而让 Mbenga 成为了牺牲品。勇士队为了提速签下了 CJ Watson， 只好释出 Mbenga。Mbenga 再一次的到了自由市场待价而沽，幸运的是这一次也没有让他等得太久。在1月21日因为 Andrew Bynum 受伤，禁区人手告急的湖人队给了 Mbenga 一份10天短约，并且在连续签下2次10天短约后，湖人队决定直接和他续约到球季结束。 Mbenga 在湖人队基本上发挥空间也是一模一样，上去就是拼命硬扛犯规，努力的做好任何自己所能做的事情，在训练时也丝毫没有马虎。 Mbenga 说，我很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只想用尽全力的将这一切都做到最好，不让自己后悔。在2009年11月6日及8日，连续2场球赛， Mbenga 因为 Paul Gasol 及 Andrew Bynum 的受伤，获得了职业生涯相当稀少的先发机会。而且因为禁区人手不足的关系，这并不像其他场先发一样只是假性先发，而是货真价实的获得了先发球员该有的上场时间。这两场球都上场了逼近30分钟，一次5分13
篮板4助攻，另一场则是10分12篮板4助攻。这场双十的球赛也是 Mbenga 职业生涯唯一一次的双十成绩，更可以说是整个 NBA 生涯的最佳表现。 Mbenga 展现出来的过人拼劲及态度也获得了湖人当家球星 Kobe Bryant 的尊重，称他是个好队友，既强壮又肯努力，充满拼劲的家伙，也不吝啬给予他建议及指导。就算 Mbenga 只是一个几乎上不太了场的球员， Kobe 为他取了 Congo Cash 这个绰号。 Mbenga 也就这样跟着湖人队拿下的两枚冠军戒指，就算不能上场，在场边手舞足蹈的给予队友加油打气，及上了场的平斗精神仍是深受湖人球迷的喜爱。然而也就跟着湖人队2-8后合约到期的他，球队也没有再续约，就这样成为了自由球员。 Mbenga 一直在想自己该如何报答 Kobe， 于是在2010年在刚果首都盖了一座大大的球场，并且以 Kobe 来命名，希望能够激励当地的孩子那颗打篮球的心，这让 Kobe 相当的感动。离开湖人后， Mbenga 为黄蜂队效力一年之后，因为风管的关系转战去中国 CBA 打球。本来期待着身材高大、球技及各方面更为成熟的他，能够在成绩较低一些的职业联赛打出成绩，但最终 Mbenga 仅留下了场均12分9篮板的成绩，就被球队以不符合战力给释出。之后短暂的加入过菲律宾 PBA， 缴出的成绩也和 CBA 差不多，就收拾行囊离开了亚洲。 Mbenga 曾经和小牛队及尼克队签约过，但都在开季前就被释出，没有留下任何的正式出赛记录，就这样淡出 NBA。 本来多伦多暴龙队也有意愿想将 Mbenga 给招揽至麾下，但签约前没多久就因为酒醉闹事而遭到警方逮捕，暴龙队也因此打了退堂鼓。 Mbenga 的 NBA 生涯看似短暂，但实际上也有七年之久，这七年为他赚进了自己过去从来没想过的财富1000万美元。而 Mbenga 和恩师 Stevenners 的事情也因为这笔钱而闹翻， Stevenners 控告他没有履行他们在比利时签下的合约。该份合约内容是他会为 Mbenga 进行篮球训练，但条件是未来只要 Mbenga 有和职业球队签约，所赚进的每一分每一毫都要将 10% 交给 Stevenners。 也因为这件事情，比利时修法，职业运动员在有经纪人前所签下的合约都不再具有效力。时间来到了2020年， Mbenga 在肺炎疫情大爆发时失去了他的姐姐，这让他十足的清楚这场肺炎究竟多么的严重。从一开始他就不停的提倡正确的医疗方式，并且捐赠了相当多的医疗资源给非洲资源匮乏的地方。 Mbenga 在刚果有三家孤儿院，他以孤儿院为据点给予了众多刚果居民帮助。曾经有记者问到 Mbenga 关于他为什么能够站稳 NBA， Mbenga 简单的说，我只是尽可能的并且毫无保留的去做到最好，然后不去做一些蠢事。我知道有许多孩子在看着我，光是那三座孤儿院的孩子都相当敬仰我，我不能辜负他们，这就是我前进的动力。Mbenga 在 NBA 留下了两分一篮板的成绩，虽然相当不起眼，但对于一个19岁才开始接触篮球的人，能够打进 NBA， 撇除那天赋异禀的惊人身体条件以外，努力才是成功的重要关键。我是马古，大家晚安。